大家好，我是阿英，在越南啊，这个是我越南女朋友。在东南亚越南这边是否过中秋节啊？我采访一下她啊。越南这边有中秋节吗？有的。那在我们中国这个过中秋节呢，这个习俗啊是必须要回老家的。嗯。啊，看望自己的父母，家人团圆的日子。越南也是这样吗？啊。嗯，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你老家看看，看望一下你的父母啊？哦，过中秋节是不是你们在还不家里了？他说周末他回老家，但是不给你回的。不带我呀？啊，不带你。那不行。你可以先走，我偷偷的去。反正我去过你家，我也知道你家住在哪儿了。听说越南那边过中秋节也是吃月饼的吧？那月饼肯定是少不了的礼品了。对对。啊，现在我们去找一家卖月饼的。马上过中秋节了，越南的街头呢也变得很热闹了，大街小巷呢沾到经营卖这个月饼的特别多。我们选择了一家啊，他家这个月饼卖的是比较全面的。嗯。据说呢，这也是在越南当地呢月饼相当大的一个品牌了啊。对，先了解一下价格，是最便宜的10万一个。对，10万一个相当于人民币30块钱，对吧？对对啊。但是呢我们呢要根据这个丈母娘和老丈爷他俩的口味，然后让香草选一选。这个是吧？这是综合的。这个是综合馅，就是里边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馅仁，是吧？这个为什么到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吗？是什么寓意你知道吗？啊，最近爱讲啦，要中秋过年，因为这个来过年，因为也就三顿多饼。就是要月饼，一家人呢团圆的。啊，在一起聚会团圆的日子，是吧？所以说要吃月饼，对吗？对对。哎，在越南这边，就是一家人到半夜12点的时候呢，坐在外面看着月亮，出来赏月。我们还放也有的，也有是吧？17.5万一个，对吗？对。那咱们要几个呢？啊，你们没改？啊，这个不改。这个是一个壳。香草。嗯。我看你这段时间到底学会多少中文了？一点点。大概学会多少个词？嗯，哪个在弄好？在这里说吗？在这里说呀。哦，哪里弄好？嗯，好吧。啊。你怎么了？嗯。啊，你饿了吗？你饿了吗？啊，你在了吗？你好吗？啊，你好吗？对。啊，好吧。好吧。嗯。啊。不会。不是。不是。啊，可爱。啊。啊我爱你啊，这个学的标准，这个学的标准。那这段时间我跟你说挺棒的啊，没少学。咱俩花一个月的时间，看看这一个月的时间你学中文多还是我学越南话多。一个月以后呢，咱俩来个比赛，谁输了谁请谁吃饭，你敢应战吗？真的，但是如果你输了，你会做饭给他的。那你输了就是做饭给我呗。你们一定还是说的。OK， 我们拭目以待。娃娃鱼这段时间好好教我说越南话啊。好的。我必须让他给我做饭吃。好的。在越南30多度的高温天气，我们三个人竟然坐在马路边喝着凉茶，喝了一下午。囊吗？嗯。囊。囊吗？那走吧，他说他热了。你们的。买。你想去哪里？啊，你饿了吗？当然。嗯，你有点饿呀。啊，他问我饿了吗？我说有点饿了。啊，爱你的，今天一会儿饿呀。今天呀，他要请客的。今天你要请客？今天你赚大钱了吗？那边几个人有在哈？他们几个人都在饿呀？那边几个人有在了哈？好吧，没有了。越南女友香草要请我吃饭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赶紧走 ，Nice get go。娃娃鱼今天狠点干饭啊、哦！好，今天香草要请客。好的。放开吃娃娃鱼。好。那我走吧，叫个车吧。好的。刚才呢，我和香草商量了一下，他的意思呢是23号回他老家。其实呢，我还挺喜欢他家里面那种环境的啊。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越南这个农村的生活。可以这次我们回家能待几天？对，我决定了一
州，为啥你跑海呀？啊，他说两天，他说你不要追，为什么你要问呢？我月饼都买了，还不让我去呀？啊，俺没玩，俺没玩了嘛，刚好来的呢。忘月饼了啊！忘月饼了，俺回来叫奶奶。我的天哪！刚才我说到月饼，我想起来，我们买的月饼忘拿了，真是人才。我们真的是人才，现在得拐回去，然后拿月饼了吧？嗯。下午也没有地方去，在那儿喝果茶，喝到现在。走的时候呢，直接就坐车了，然后买好的月饼呢往南了。这么难人。香草一举饼呢，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要去他家，反应这么大。啊，是啊，其实人都能过瘾，其实买外国的过来的要大面积。他住哪里欧的？然后他好像哪家一个人？就是啊，日本卷都能。哦，他帮你跟他爸爸妈妈说，就是你买，他不给你回家。啊，就是谢谢哥哥，谢谢哥哥。OK， 反正我知道你家地址，啊，你不带我回去，我可以自己回去。如果没有他的，你会紧张的。我不会呀，女人面前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底气呀展现出来。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怕。你看看我这段时间越南学的怎么样？看看你能不能听懂，好不好？嗯，呀呀，香草，红盖呀。你点门多少个？你点点数，你来个就通呀。到就那个月饼店了。你不得需要鼓励我吗？娃娃鱼自己下去拿就可以了。好的好。我们不用下车。就看看没有翻译的公家，我们两个人能不能沟通。你讲好过 M 的喊我过来见你，好不好？香草，红盖呀。快一点，红盖。羞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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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羞。妈。啊，妈。没有感受到啊，忽悠我呢。香草没搞错吧？你不是说去吃饭吗？啊，我见到你安下，好啲安你冇？在这里住的。啊，那走吧。你。啊，因为阿姨啊，你生康了，都先入病院啊，奶奶，唔好硬在你腿度。啊，香草说他的朋友马上过生日，嗯，为了朋友啊，选啊礼物。为他朋友选一份礼物啊？对。嗯。你朋友多大？啊，满估计问你对。啊，那他对阿姨。啊，跟你同岁的。跟我同岁。嗯。啊，那行吗？那咱们去里边看一看吧。也没得干，也得呀。跟我同岁，是男的对吗？男孩。啊。越南人吗？嗯，我越南哈。啊，我越南。对。你对你朋友这么好吗？嗯。啥子都多为我办的耶。你的办不起吗？得感觉很 low 没毛病，没毛病。就相当于我有认识小优一样，一个道理。啊，对。我没有想多，没想多，没想多。啊，俺他我给你了，他我给你了。你好。对。那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阿姨呢？嗯，难康，重不重？不重吗？好难。跟这有劲儿。有劲儿。对，阿姨有劲儿。阿姨有劲儿。啊，这阿姨有劲儿说的挺标准的。阿姨有劲儿。对。买衣服啊？啊。送朋友，送朋友，我感觉送衣服的话不是很好吧？这是我个人建议啊。这里面的衣服款式啊，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成熟一点是吧？难道你朋友长得很成熟吗？你就谈了吗？为什么今天你问这么多？姐，你不也得了解你朋友，了解你的生活。反正我穿衣服的风格不是这种风格，我不知道你朋友喜不喜欢这种风格呀。他说他的朋友有点肌肉的，所以穿这个也很好看。有点肌肉。嗯，跟你一样有点肌肉。我这是瘦的，我这不是有肌肉，我这是瘦的了，瘦的了。他说如果有肌肉穿的好看，那瘦的穿的不好看。对。你喜欢这个吗？他问你。你朋友喜欢就好，我不喜欢。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陪女朋友，给她朋友买礼物。来来不要翻译去，别翻译啊！好的，别翻译。没事没事，好过瘾，好过瘾。听不懂就对了。
không hiểu là đúng rồi. 这就是听不懂的好处。嗯，对。不能什么都听懂，什么都听懂容易吵架呀。对。啊，阿姨，你站在这。所以也太卡哇伊了。这是你风格吗？这是你风格吗？是属于我的风格。我在家就穿这种衣服，它比较可爱，米老鼠是吧？这个可以吗？是他30多岁了，你送他，他只能在家里穿了。不是你，你放在我身上，他长得跟我身形条件相似吗？你别买小了或买大了。他说你太瘦了。他的朋友比较大一点。他说买两个可以吗？得少。嗯，得少。你说了，跟中国一样的买，就是买两个才好。他一个，他朋友一个。什么？越南有这样送礼物的吗？你是震撼我的三观了都。但是以后你确定是你普通朋友吗？嗯，这个chắc là bạn bình thường không nhỉ？ Chắc quen rất là lâu rất là thân rồi。然后你给你朋友一个，然后你穿一个。bạn trên cái chị mang cái。那你知道这样你俩走在街上，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叫情侣装了。Nếu mà hai người đi chơi nhau mà mặc cái đó thì giống như đồ cặp rồi。嗯，可以当伴唱嘛。没事的，就一样闺蜜的，闺蜜的。妈妈，越南都这样吗？没，我也不知道。阿姨，因为这个好，给安了，他安过这个，结果因为把颜色蒙进来。他感觉这个黑的跟你合适，然后这个白，他会买给他和他朋友。还要给我顺带一个？对，我不要。俺他妈，俺他妈，嗯，为什么？这个好看啊，这个比较太卡哇伊了，不符合我的年龄段。他要买多一点，另外的一个，然后给他外面穿的。给谁外面？他朋友。他朋友。对，买多一个，然后给朋友在外面穿的，比较好看，fashion。挺细心，挺细心。这都嫩。太细心了。有灯用灯的那个，真太细心。你是什么表情啊？是这是就输了吗？你帮他拿东西的，然后他现在去找衣服给他朋友。差距也太大了吧？对，我也觉得多好的闺蜜呀！哎呀。哎，你那个闺蜜，我们什么时候能见见面呢？等她的朋友有时间的，因为她的朋友比较忙。他问你为什么感觉不开心呢？没有啊，我很开心呢。俺给红包哟。我就是搞不明白，今天我说去你老家，那么不情愿让我去。俺kiểu là không hiểu tại sao hôm nay anh đòi về quê thì chị không có cam tâm tình nguyện cho anh về quê。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一个男性的朋友。rồi không biết đâu lòi đâu ra mà có một người bạn là con trai nữa không biết lòi đâu ra anh nhận hả你生气吗没有không có我这么大度的男人我能生气吗anh lớn tuổi như vậy rồi làm sao mà có thể tức giận được bạn em cũng dáng người tương tự giống vậy nhờ ai gì nhờ ta là trai đúng không真成熟他的朋友一样，就跟这个男一样的。啊，俺睇kiểu hợp đúng không？挺帅的。嗯，俺kêu chắc là bạn chị đẹp trai đó。đúng không？很帅的，他说。嗯，比我还帅呢。啊，còn đẹp trai hơn ta Vinh nữa đúng không？什么表情啊？没有可比性吗？他说你吃多一点，你太小了。我等把你娶回家了之后，你做饭给我吃呢。俺等姐家俺爷爷来，姐能干啥？你不嫁给我，我怎么能长肉啊？姐không gả cho anh làm sao mà anh lớn lên được? Anh không có thêm miếng thịt nào hết. 做饭那么好吃。nấu ăn ngon như vậy mà.
看的好仔细。哎，啊，哎，跟你跟你好不？丑死了都。这就什么？里边这个，这个外边这个，不般不般配，好不好？你看看他都长上四十岁的脸了，你给他买个这么米老鼠的衣服。cái nếu mà bạn chị giống cái mặt này á là cũng muốn 40 tuổi rồi cái gì còn mua cái kiểu con chuột cho chuột Mickey nữa làm cái gì thì cái đó là tại bạn em thích như vậy mà tha phẫn dậu xì hoa mua quà cho anh đâu mà sao anh mấy dậu cái đi mại tờ quay xem anh đi xui cho mà tua 那你让我来给你建议，我给你建议又说我说的多，那我不说。anh kêu là anh lại đây để anh cho chị ý kiến mà cho anh chị ý kiến xong chị kêu anh nói nhiều quá.Vậy thôi anh không nói nữa, anh im miệng luôn. À, thế chắc chị đi thử cái này hả? Ờ, tha số tha giao truy sư. Nên anh chui bài. Chị đi đi. Ê, ai gì nè, hay là... Anh thử cái này giùm em cái nha. Nị dạ sư, tha số nị. Coi em, với bạn em bận lên có hợp không? Nhi 朋友长那么大，我长得这么小，我试了也看不到效果呀。Ờ, chị, bạn của chị nhìn to như vậy mà ảnh nhỏ như vậy à. Thì anh cứ thử cũng không có ấy.Kiểu sao tao kiểu chị muốn lên coi xem lên chị bạn chị bận lên có hợp không á tha giao cho sư trẻ của sư khan khan tha tập tha khứ tha bận dậu khứ sư bu khứ sư đó giúp em đi năn nỉ á等会儿请我吃饭吗就这个啊在哪啊thử ở đâu